各位同心，好、哦，咱即马下一节课咱过来继续哈、哦。啊，这个政治方面，这咱了解了哈、哦。来，咱即马来看这个五都的选举，五都的选举，好、哦，阿妈一方面会当甲恁可能今日，哦，伫这边来的初级班，啊，恁上课到底有？得到一寡只个上课的资料无？哈、哦，这个高雄县县市啦，哈、哦，会当合并。啊，这个台南县，这个五都，您知影嘛？哈、哦，五都有人唔知无？哈、哦，台南县市嘛会当合并，台中县市也是可以合并。为什么台北县市袂当合并？是那个用一个新北市。是不是台北县的人比较多，台北市的人也比较多，是不是这样？这样分作五都嘛，哈，错了。台北县不能跟台北市合并，因为我们刚才秘书长在说，你们都没听到，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他不能跟台北县合并，乃当合并的话，这就拢总合并，叫做就地合法。哦，咱今日所要来学的有两点足重要的。哦，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就是这个意思。哦，伊乃当台北市，啊无伊也得干脆叫做中华台湾就好啊。哦，他这个用中华台北，哦，这个意思，这个缘由就是安尼。因拢来讲，哦，台北县伤过济人，安尼合并起来几啊百万人，安尼歹管理，爱去分一个新北市，迄叫消委，拢唔知哈。啊，安尼咱大家都有一个概念哈、哦。我即马，因为这节课哈，咱拢有法律，啊，所以讲我简单讲一个迄个养生之道。哦，养生之道，因为这另外哈 ，Apple， 我伫美国，去美国吼，这一粒到要50块呢，三块一粒到要50块，一条金蕉嘛到要50块，夭寿有够贵的。我这当下甲秘书长建议讲，安尼咱遮拢出产金蕉吼，无咱有哪一条卖30就好，吼免卖到50，有够贵。哦啊，伊彭哥讲到这彭哥吼，阮爸爸吼、哦、生五个囡仔，我是老幺，四个查甫诶，啊一个大姐伫邦桥。阮阿公，你敢知影？伫因迄个年代啊，初一十五要拜拜，一粒零五角诶，一粒50块呢，迄阵一粒都50块啊呢，啊侬爱坐船过来较贵啊。啊！伊拢藏伫个菜橱啊，菜橱啊，恁知无？知影吼？拢用迄种去做个菜橱啊，伫开个。阮三兄吼，即马拜拜了啊，藏伫啊。啊嘛，有迄米豆油啦，有迄米豆油足好食。迄嘛，佮讲遐，佮讲遐落吼，迄时间等下足长。阮三哥逐工都去刻，去刻来偏啊。啊！伊呢，阮大伯生八个。阮二伯因生6个囡仔，啊，阮三伯因生9个，7个查囡，啊，2个查甫，啊，阮生较少，阮生5个，啊，就20几个呢？5、6、8、9嘛，吼、哦，20几个。啊，阮三哥吼、哦，有一天吼、哦，去甲看这个地啊，伊正去甲阮老公，阿公迄棚果有烂去啊呢？你来知，因为我逐工拢个起个片啊，结果烂的吼，安尼哦，哎，伊看，啊，较早咱是毋是拜拜，用一个红的盘啊，吼，红的，人讲皮啦，吼，啊，就扛，哎，即摆是吼，你敢知用金蕉刀啊，吼，啊，大家拢叫来，啊，看切，安尼切啊，薄薄啊，会起起会断去的，我也想着迄阿姨吼，较大汉，哦，阿阮姐姐拢，阿南啊，你好，你食。阮姐姐真正足听话，因差我11岁，
吼，差我十一岁。啊，我会记哦，迄阵咧洗身躯，伊也伊上大，啊，回来吼，伫迄个年代，爸爸妈妈拢咧做新娘，拢较晚回来，啊，伊也要读册，啊，回来吼，赶紧要去煮饭。啊，一边我迄阵细汉吼，我都会记，咱咧伫有水虾啊，伫遐水迄水虾啊。啊，拢用迄灶，原煮灶头前就兄弟后壁煮饭嘛吼。啊，用迄肥虾，哦，用布啊，布啊破做饼的迄个肥虾。啊，毋知是伫赶紧吼，无透冷水啦。今仔日搞洗身躯的时阵哦，都因为搞呛的，好，好我挨一个，他妈听讲啊，他妈歹仔歹仔伤烧，袂记得透冷水，所以讲我迄个上会记的。啊，是讲无讲烧甲足烧啦，吼！吼，伊这另外，咱若早起来吼，咱透早起来，咱啉一个温开水，温的开水，300cc 也好，500cc 无要紧。啊，食水果，因为苹果我较爱食，所以讲我用苹果，无一定爱用爱食苹果嘿，芭乐嘛会使，奇异果嘛会使，香蕉也可以啊，吼！啊，因为。伊这苹果吼，我安尼生啊足水，啊，伊有够一种上佳好诶，就是柠檬。吼、哦，柠檬我拄好讲过，柠檬你安怎食出伊诶维他命 C？ 应该伫网络咱拢有传嘛吼，迄、哦、是美国一个药厂诶博士伊研究出来，维他命 C 吼、哦，你爱食迄个安全柠檬，就是讲无毒诶。已经验出来有无毒的，你怎食？啊，若无市面上吼，你看足水啊。但是你若用这个方法吼，去萃取的话，可能你会萃取毒药起来食。啊，这无毒的柠檬是安怎用？要安怎食？食出真正维他命 C。你洗洗，你家冷冻两点半钟。因咱一般的厝内的这个冷冻吼，冰箱的冷冻爱冷冻头两点半钟。就是给它破坏柠檬的组织，咱要给它萃取那个维他命，就一定要给它破坏。啊，你两点半钟了后出来，那袂结冰啦。因为我逐工在吃，我知影那袂结冰。你给它切切了，规片规片。啊，你若要去上班，就像我安尼，我迄罐头就是低柠檬。吼、哦，所以讲食这食维他命 C， 精神足好，袂爱困。你给伊切啊，放伫容器哦，你袂当放伫塑胶里，容器。玻璃罐啊，切切的拢家落来，啊，你家落刷蜂蜜，爱食较甜，你就是家倒挂；啊，若无爱食香甜，你食较即款有酸酸，你就用一刷的啊，用冰水，家倒好阴阴啊，啊，家关起来，家放到冷藏，隔工当食。你会记得那有人咧化疗吼，化疗有一种的阿霉素。这个阿霉素哈，一治疗这个癌细胞哈，只有3%而已。用这种的假法，超过10,000倍，包括伊买减肥，伊就是燃烧脂肪上佳好的一种物件。哦，免食减肥药，免开迄个浪费钱，但是你爱买到无毒的柠檬。你茫去买着有毒的，你若用安尼甲萃取出来，你都要萃取毒药起来食。哦，真呢，这属实，因为你若用，尤其是用温的吼，温的上好食，啉起来感觉非常好，就是小可口感。啊，咱要爱食就是食迄个苦药皮啦。咱若一般拢安尼切去，啊硬硬的，啊蜜倒啦啦都啉落啊。不见得效果那么好，吼、哦！啊，因为你啉小可较酸无要紧，落伫咱的胃是算碱性的，吼、哦！啊，迄会当降这个高血压，足好的物件，吼、哦，就是柠檬。来，全球将近70亿，吼、哦！台湾就是2300万，啊，咱有三项的第一的，《西游记》第一，《癌症》第一。糖尿病嘛，第一哈，拢是食出问题哈。来，啊，这就是
我都要讲诶，1951年9月8号哈，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约日，噶1952年4月28号晚上的11:30生效。上面叫做主权、甲权利、甲名义，吼、哦，这伫恁的新台湾论内底190页内底有写，吼、哦。因为伫台湾、甲日本，咱要讲讲这法律的时阵，话人会讲啊，台湾是安怎袂当独立？哦，我伫民进党25年啊，将近要26年，迄阵的理念，拢就是讲台湾要独立，要家己成立家己的族。的一个国家，啊是安那太惊未出去，到即阵阁惊未出去，啊话人嘛咧讲讲，啊是安那韩国伊都会，是安南未，所以讲伫即篇即、這个文章即、這个题目内底有足深足深的含义，啊但是因为你是初级班，我先甲恁讲一个概念，到高级班去恁当听有，吼、哦，因即真正即个你爱好好去听，吼、哦。那这是一个说明吼，主权就是一个主导权，完全的主权就是地上物的主导权加土地的这个主导权，就是权利的主权加领土的主权。啊，这个主权的权利，吼、哦，就是加主权的义务，这就是 territory 领土的性质正有尔。啊，是不是我拄仔咧讲，咱是变作领土，咱袂当挂出去啊？好、哦、啊，所以讲天皇伊有领土的主权，首相伊成立的政府，伊就是一个管辖治理权、管辖权嘛。啊，因为咱战败时阵是上一签，是冲关会，冲关会代表日本政府甲天皇，但是天皇无受处分啊。哦，所以讲即卖有人讲，啊大日本的迄个帝国敢有滴个？有，只要天皇那滴个，大日本帝国就存在。啊，我拄阿嘛讲啊，咱是臣民，对不对？啊，是安怎？因即卖目前这四个岛，就是新日本，吼、哦，因为新日本这个是即卖是变作和平宪法，就是马卡萨。在两三天的时间，就是将伊这个明治宪法给修改过做和平宪法，啊，让伊这四个岛，哦，就是这个北海道、九州四国，啊，加这个九州，这四个岛，就是今嘛目前的新日本政府，哦，是伫这安尼来，啊，所以讲，咱进前这个安倍是不是要去苏联甲普京讨迄个？北方四岛，对不对？两届啊，普京嘛足无意思的，叫人首相回去读册呢。啊是安怎？伊都唔知这个法律啊。哦啊，结果这个安倍哦派伊的助理来咱家，啊咱必须定来讲，无唔对。啊咱今日若要去讨北方四岛，有可能无？100%，普京一定会行咱。因为咱是新民啦，咱唔是苦苦民啦。啊，伊即马即个宪法啦，已经改修改过啊，修改了，就是明治宪法修改过和平宪法，但是咱无天皇无就地踏勘，无来伫咱台湾甲平湖，伊是从迄四个所在，哦，伊讲好，啊，互恁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安尼，好、哦。所以讲，即个权利啦，吼。right 加 title 加 claim， 就是这个 claim， 这个主张，哦，这个主张，这个上界爱注意的，吼、哦，这 obligation， 这个是这个义务、义务，天皇有这个义务，就是领土主权的义务。好、哦，咱伫这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B， 哈 ，Japan relinquish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哦，啊，这包括平湖，就是台湾包括平湖，这个苦难啊，这是一个主张。拄啊，咱来甲看，吼、哦，主权，就是这个权利啊，上面叫做权利、权力，
吼，譬如讲，一个政府有权嘛，对不对？你有权的话，你就是讲像，这个阳明山，伊是好山好水，我吼，这个政府讲，无你叫这个林垦局啊来改规划这个国家公园，这个叫做权利。恒春嘛是这个国家公园嘛，哦啊，这都是使用权利，这是政府获利的权利，叫做。哦，权力啊，名利呢？名利，好像讲马英九叫这个外交部长，哦，李永乐，伊这无选举嘛，就是我直接到这个命令你，这个权力，哦，这就是名利获利，你敢唔当来做这个大官？哦，这就是一个名利，哦。啊，这个主张 claim， 这个主张，这是这个宣誓权。宣誓权，哦，宣誓权，因为你像好比这个顶几个月哈，这个美国的两台战斗机降落在台南机场，是安怎伊会当直接就落来？今日这两只飞行机战斗机，那是甲飞过苏联的领空，这两只飞行机一定爱迄飞弹拍落来。这叫做宣誓权，就是这个主张啊。哦，我今天要降落，要创啥诶？因为这个土地是我占的，我有这个权。哦，这就是这个宣誓权主张。哦，来，咱过来甲看看这个意大利。哦，意大利伊伫1947年，哦，这个2月4号，哦，就是伊伫这个。巴黎合约里面第23条，伊嘛有讲啊，好，意大利 reno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Somalia， 伊只有两项尔，伊放弃这个 title 甲 right， 伊拿这两项，但是意大利伊无索马利亚的领土的主权，所以讲伊要放弃全部，啊，但是咱就是给迄个 claim， 给迄个主张。哦，所以讲，咱来放弃三项，哦，这一点爱足重要，哦，所以讲，咱未当独立，原因是出伫遮。啊，无阿扁啊，做八年，李登辉做13年，总共加起来无当诶，连续21年。你若讲要独立吧，足早就独立完了啊。21年呢，毋是2年呢，这么长诶时间，你无法当独立嘛？但是，请问，咱若毋知法律诶进程？怣怣啊！说来来出钱，游览车出队来抗议，来游街，咱对咧行，头壳红木瓜安尼流血流滴，这就天十尖啦！啊，少年袂样想，吼，啊，这过去事啊，哈！啊，所以讲，即摆咱的法律，咱就知影，哦，原来咱就是袂使独立吧？对不对？因咱对咱一权高权是在哪里？是在美国的手上啊，是不是？啊，咱啊无武器啊！用什么？日本哈，日本是有什么打败的？原子弹对不对？是因为那两粒原子弹导航嘛？啊，美国是安怎会导航？是咱荷兰用原子笔啦，不是原子弹，是用原子笔因来导航。哎，您知影无？原子笔啊，咱必须用这支笔写这个法律，改一个。用恁的美国的宪法，恁所定的法律，甲恁过人权嘛？奥巴马那就任的时阵讲，他有上人甲我过啊。奥巴马是一个人权律师呢，好，既然人家过人权，就是伫遮。所以讲，咱今日来学这法律，足重要吼。因为你爱知影这个法律，你若要甲人讲的时阵，人就听会落；啊，要甲人讲法律的时阵，你要有一个要诀。要跟人讲的时阵，你袂使嬉皮笑脸。我今日要跟你讲，甲亲戚朋友讲，分享这个代志就是真实的、真正。你爱稍微较严肃的。哦，我进前哈讲一个国防管理学院，迄军的嘛，中华民国军内底，迄头壳是偌顶。我用半年的时间，用法律安个增加伊迄政治台湾，倒，佮带来上初级班、高级班，佮考过军校。我是安怎讲？我要甲伊讲的时阵，
我先抛一个议题给他，我知影你了解偌济，我当对呀切入，无呢，讲啊啊，嘴角全破，讲啊足嘴大，有嘴讲啊无烂，哎，无效啦，嘿嘿，无可能啦。但是伊知影我车挂红牌，你讲敢买男人个税金？我请问你，你敢那像你今挂两台，你要男人家个税金无？问题就来啊嘛，问题来的时阵，我就慢慢啊慢慢啊讲。一天伊若来，我就甲伊讲挂讲挂。因為你讲伤济，像今日，咱甲你讲将济法律，你敢吸收会落？吸收未完，但是你会当唯一吸收的，就是今日只江叔所讲的重复，就是问题，就是重点，你来记起来。哦，今日就重点。哦，啊，这今日只吼，我会讲较济。较侪即个重点，就是讲，恁签着这张身份证是写台湾政府，对不对？恁今来上课会惊？迄、那个代理照啊，右手边，恁落车你落看遐写啥？台湾政府，台湾 government， 就是台湾政府。但是恁去把大门看的时候，抬头个看，哎，头个一个台湾民政府，恁会感觉有这个疑问？昨我伫外口坐，一个咱的同心吼，即种过五关，莫讲过五关，来过几关也毋知影，即个问题还阁搞不清楚咧。讲来回啥啥，啊，台湾政府、台湾民政府，到底这是要安怎解释？我讲来，你静的好好啊听。咱今日这是台湾民政府吼，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是伫美国军事政府架构下，哦，咱的顶头上司嘛是等于国防部，啊，国防部的顶头上司是谁？美国总统，对不对？但是咱这个民政府要创啥？军事政府要创啥？就像拄仔我讲的，整个内政，咱的内政，包括咱的司法内底。咱由咱家己成立的，诶，这个民政府，咱若管理了好，完全拢总行入这个正常的轨道了后，军事政府伊讲，只有两个单位，伊若讲会当撤退，这两个单位就是美国的国会，国会恁知啦吼，参众议员，啊，甲这个美国总统，伊若宣布。OK， 我军事政府撤退，这个撤退了，这个民死亡退掉，啊，恁的新闻前去写啥？你四个月哪趟？台湾政府，所以讲咱一定会执政，唔免阁写迄个民，这个民就是军事政府伊撤退了，要刷起来。安尼恁会当讲解说？安尼恁听有无？吼、哦，就是。咱即马台湾政府就是台湾民政府底下在试行运作，咱要接政无可能啊！恁咧接政，啊恁要哪接？卖讲啥？上简单咧，要信这个医生，医生你要哪信？你嘛爱有分配法、支配法、预算法呢？唔是单讲哦，举手哇，这堆钱要哪分？啊，无咱大家来分分呢？是未使呢？你爱有一个概念呢？咱做一个官员。是袂当贪污，咱这法律已经拢有定过啊。敢若恁啊，恁高级班的孙大会分，吼、哦，迄、那个议事规则，咱拢规定到做啥？咱以后法律两条呢，两条，一条就是鞭刑，一条就是咱公务员呐贪污。三工后，你若查出来，三工后就随清杀啦，足简单嘞，免关啦。阮太太咧甲我问讲，哈，安怎唔免？唔免关啊！关要创啥？都无感觉啊！要搁关啥嘞？关就爱搁像安尼好，我要热死，就搁该装冷气，互你吹呢，搁互你食呢。住了歹，我这休息间，搁就爱搁起厝，互你住呢。拢唔免讲讲啊，家己啊，即嘛无无晒汤啊，过啊，吼，过优点啦，吼、哦。迄真正拢，你若看到新加坡吼，得、哦、讲你就惊。哦，啊，咱以后拢就是这两种法律哈，两、哦、法律。来，啊，这是国际战争法，哈、哦，这是第一，
哈、哦，这等下我讲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这是恁今日上来上爱学的哈、哦。美国陆军交战守则第六条第一章第358条哈、哦，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这是日内瓦的和平公约第47条哈、哦。来，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如果能让移转主权，这个国家拢总叫做美国哈、哦，叫做美国。来，流亡政府的定义，就是对家己的领土流亡到他国的领土，未当伫他国建立家己的主权。记者咧，这咱拄啊，秘书长有讲哈，有讲过，我就无去讲啊哈。来，啊，这个法官哈，伊所判官就是这五点：哦，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哈，啊，咱。目前还在这选举的当中、哦、第四点就是台湾还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到目前到今日还在相同、哦啊、第五点就是这个行政单位，你敢知道什么美国行政单位？国务院、哦啊、刚才我说的国会就是参众议院、啊、立法院相同、哦、就司法了哦，伊一定爱主动哦，来帮助咱。来，这就是台湾民政府哈，诶、哦，组织这我都我有讲过。来，啊，战争法的体系就是伫遮哈，这个海牙第四公约就是1907年，这有80几条的判例。哈、哦，日内瓦和平公约的体系。哦啊，第三就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总章程。哈、哦，这部分。包括战争的部分嘛，这嘛80几条，哦，第四就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个第五条哈，伫、哦、这个这有3000几条哈、哦，这个3000几条内底就是以战争法不是条文式的，伊是一个惯例法，啥叫做惯例法？就是讲我伫这战争当中。哦，譬如讲，伫这个第三条，咱若捌做过兵，查甫若做过兵吼，咱、哦、个是毋是较早若做义务兵，迄、那个肩章有用一个十字，对不对？红色个嘛吼、哦，啊，迄伫战争当中，伊是义务兵，你袂使去甲伊刻意甲伊拍死，啊，伊若炸弹炸死都无话讲啊，你袂当去刻意去甲伊拍，哦，伫不管伊是敌军还盟军，伊拢爱救，哦，这是有规定个，啊，若无。这个指挥官最高的指挥官，伊就直接就甲你枪杀，吼、哦！来，蒙特维多，这国家的四个要素啦，吼、哦！你爱有 territory， 吼、哦，爱 government， 爱有 people， 吼、哦，爱有人民、政府、领土，啊个选举会当制定你的宪法加外交权，吼、哦，外交权。啊，这个开罗宣言，吼、哦，宣言呐、啊，吼、哦。这个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个咱啊，像讲公司，哦，我记一个咧哈，公司，咱啊要签约的时阵，是不是有这个头一个说明会，对不对？有一个说明会嘛，了，要搁有一个你们合约内容的意向书，哦，这个意向书就是讲，你爱搞保密，公司跟公司你爱搞保密，这是。这个意向书是 有法律的效用 哦，你一定要给我保密、哦、我公司的产品多好都多好、哦、吃得到底会背天正地、哦、这你都要给我保守秘密、哦啊、第三点就是说我们正式签约的时候我们的意向书跟说明会这个的内容是不是都在合约里面就依照这个合约嘛对不对对、哦、来开罗宣言甲波茨坦公告，诶，上后尾啊，迄是啥物条约？你袂使唔知影呢？旧金山和平条约啦。啊、我咧讲嘅意思，就是举个例，开罗宣言伫1943年11月26号到28号，啊、哦，伫开罗，埃及的开罗，丘吉尔。
甲罗师傅、甲蒋介石因底下咧讲，但是迄个时间点，这块、個、土地要阁上诶，日本天皇不是日本哦，是日本天皇的领土吼、哦。啊，所以讲因迄阵在讲的时候就讲啊，那战后哦了，这个台湾要承认吼中华民国。哦啊，但是蒋介石有人答应，你若台湾还我的时阵，我袂去亲近任何其他的国家。哦啊，所以讲，伊伫1950年的6月25号，韩战爆发的时阵，毛泽东进军入去伫韩国嘛，朝鲜。哦啊，所以讲伊这个咧就破坏掉的。所以讲，伫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就是讲延伸到开罗宣言，要逼日本赶紧投降。哦，伊也伫1945年，哈、哦，7月6号的样子。哦，波茨坦公告就是讲要伫这个日本天皇还没投降之前，要给逼伊投降。你投降了，哦，我的这个俘虏啦，就讲这个兵，我会给他好好啊善待。哦，会安怎伫这个条约内底会该写个较嫩小话，吼、哦，伫财产方面还是啥赔偿方面，拢总有写伫遐内底。这个就是等于迄个意向书相共，但是真正的条约是在哪里？旧金山和平条约，这27条，每一条拢总隐隐隐，但是中华民国甲中国有伫内底签约无？48个国家拢总无中华民国嘛，无中国。哦啊，所以讲以上的为主，旧金山和平条约为主，所以讲这两个定义上无效，都是无效。安尼你听好无？吼、哦，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为准，啊，这台湾的路未来要安怎行？吼、哦，这就是咱秘书长有答应美国的有关单位吼、哦，咱袂当惊向。共产国家，咱未甲中国统一，吼、哦，台湾民政府爱为百姓谋福利，吼、哦，处处为咱的民来设想，唔是爱台湾哦，爱台湾有几个人会足爱啊？对无？习近平敢爱台湾？伊也佫较爱，吼、哦，奥巴马嘛足爱啊。哦，那为台湾、为咱的百姓来服务，哈、哦。哦，啊，这是你的福利、家你的权利，哈、哦，生涯的规划啊，由你做主，哈、哦。来，这个是我去美国，哈、哦，我在阿拉斯加的顶冠，哦，在迄个北极，我在昆城，我坐美国在到遐昆城，我直接翕起来，哦，这就是国际换日线，哈、哦。啊，这拢冰，啊、哦，这是电管翕来，拢冰。我坐足久的呢，坐12点钟啊，坐到规个脚拢麻的，啊，规个脚肿歪歪。啊，头一届过美国，我后摆我卖去啊。哦，啊，这是因的选照甲黄金市场，啊，甲这个迄、那个证券公司哈、哦。啊，这。我迄阵是住国会山庄，吼、哦，在修改，啊，这就是迄个啥，柯林，华盛顿，吼、哦，迄、那个纪念馆，吼、哦，啊，这就是咱迄个国际记者会13楼，啊，这是咱的，伫华盛顿 DC 吼、哦，咱是第2楼，咱的办公室，吼、哦，啊、哦，这就是咱的台湾，迄阵是要用台湾平民政府，吼、哦，平民政府。啊，即嘛改做民政府，吼、哦，这是咱的办公室，3平尔，吼、哦，啊，这是间隔咱底下，啊，你有看到我无？吼、哦，这个头壳金金的，这个，吼、哦，这是咱的律师的镜啊，吼、哦，测试镜的镜啊，吼、哦，来，啊，这个国际上的酒会甲礼节。啊，甲这咱的交通教育，哈、哦，对国校开始国际酒会，阮底下在开这酒会当中，伊恁真阿无中华民国绝对袂去甲你教，恁今仔多好运，我赶较紧的时间就是要甲恁教恁遮的，
在这酒会当中，酒会有足济物件，足济菜嘛。哦，啊，一般咱无参加，但是我去日本我有参加着，我知影。这个礼节，譬如讲，哦，来要相处，咱相处要介绍的时阵，是要提啥？名片对不对？好、哦、了，咱的名片摕出来，哦，像讲，哎，我敢那唔知有查无啊？有，哦，咱的名片摕出来，咱的人的这个相爱向对方，你袂使点头头三向你家己，人看无，哦，爱双手摕予人，啊，对方买双手摕予你，你，伊家你，你家摕来，你爱家看一下，你望讲写这豆菜叶还是顶啊？这我看无。啊，看无你怎啊甲跌落，袂使，这无礼貌。你若假无去看一下，哦，啊人家看一下，啊一个手，吼、哦，啊这个名片大概跌落来。啊，咱若通常哦，替伊讲，这我下啦，这我下，来这好哩，这好哩，用手安尼替呢，非常不礼貌，吼、哦，这就是弄上海，中国人害。不爱跟人家，按拢甲摕哦，中国人，吼、哦，对不对？吼、哦，啊，这个交通啊，我伫六月十四吼、哦，我伫遮转去，好个在外港啊，拄好坐高铁转去，转到厝拄好三点五十几分，我是讲热热啊，要洗身躯，啊，阮太太吼、哦。伊载囡啊，礼拜天嘛，阮迄细汉咧爱去等于宿舍去台南，结果伫4:17，差不多20分的时阵，阮囝敲电话来，我接到，伊讲爸爸赶紧来，我就知影发生车祸。这个车祸哦，因阮太太是停伫红灯，已经青灯头一只已经开过啊。阮太太第二只，但是伫对方来的时阵，冲红灯，伊弄到阮太太的迄车，阮的车的头前链，当场很死，颈椎断去，徛到70，我都爱徛70，啊，迄个人61岁啊，44年出的，阮太太惊到底下哭，啊，伊拄啊伫迄个链啊的三角。遐弄着，伊若过来弄来较摕，着阮太太，阮太太脚就断去啊！哦，伊住伫驾驶座嘛，啊弄着伊就着着脚。啊，我是哦，伊迄我看介济，因为我做兵的当中吼、哦，我做医务室，吼、哦、啊嘛做参谋官，所以讲，迄底然后枪支拍着，拢一粒啊尔，入去啊后壁肠啊肠道拢流出来。啊，阮都拢甲捡捡入去，啊，甲天天啊送去太平间，希望看足济。所以讲，伊伫遐拢无叮当，我就看经营足歹啊。哦，阮太太吼，到尾去警察局的时阵吼，啊手皮皮搓啊脚咧搓，我怎甲揽的？我讲你免惊，哦，代志拢会我来处理。啊，是长头毛，你就唔知影，迄真正哦，迄会惊到呢。我甲揣收惊，收两届。哎，真正伊安尼行到皮皮抓，啊，一个人死伫你个肩啊！啊，是冲红灯，这就是教育。行去进来伫日本害啊！你敢知伫日本个教育是安怎？哦，我是靖国神社啊，因为吼、哦，咱个东心伫幽照馆内底看电影啊，寒寒啊，内底有烧气，看个困呢，困呢吼，煞游览车7台咧等伊一个人啊！啊，无法度去吹，啊，落落花米哦。我想讲，拢习惯性，唔顶嘛是要过啊，对不对？要会当过。人遐计程车司机，包括你红灯，看你要过，水挡起来，叫你手，你先过；青灯叫你先过。伊唔敢去甲你弄着，你去甲你弄着，万不能那往生呀。系啊，因个平均个年龄80岁，你若40岁甲弄死，你爱背40年呢？啊，40年卖讲啥？中等阶级呐，7万就好，规家伙啊，你来搁甲负责，哦，等于你甲弄死一个人哦，可能啊，差不多无啥免活啊，哦，所以讲这个教育啊，教育因啊，因对国校就开始，国校吼、
阮五月十七日端伫赤城县吼，啊，因在即个交通吼，即、這個、教育当中，伊就伫对国校啊嘛塞救护车入去，拢司机的人在操作，吼、哦、啊嘛设个红车灯，啊伫运动亭内底，啊你即马开车啊人端伫车灯行过，你闯灯都直接甲弄落。实际操作啊，但是当然伊有穿个防护衣嘛，啊弄下了，即马嘛救护车来，啊随送伊，吼、哦、啊甲即个人讲，即、這个人死去啊，吼、哦、啊你伫即个教育当中，伊就是爱甲伊讲啊，像安尼爱甲伊赔偿，啊你安怎安怎安怎，伫即个教育国校、国中、高中，伫你还未揢到即个驾照的进程，就已经安尼甲你教育啊，请问你若开车的时阵，你会安稳守纪袂？因为车都是加咱只加减七十升呢，加足下呢。啊，人个赛车，包括游览巴士，伊拢即嘛是上新型的，是用导航卫星。那较旧个，伊拢会用一本簿啊笔记。我今日对地出发，就开始写。我要去到地，啊，时速拢偌济，拢爱写起来。去到目的地，几点几分，拢写起来。以后政府会去查，即游览公司有遵照交通规则无？那无，即、这个政府会把即个公司全部的迄个牌照没收，即嘛无罚款，直接都没收。因为交通是做到安尼，哦啊，所以讲咱呢，你敢知影？咱一天报纸拍开。包括迄一工就好啊，阮太太发生迄一工，恁伫电视恁有看到？伫李港迄方面，盐埔有一个太太载囡仔，当时哦，轿车搞死的，有无？迄暝阮就是伫警察局，啊，迄个副分局长就是阮大人呢。伊放假咧，赶紧电话人落的，七八记者伫遐等候要采访这个，伊嘛衫裤赶紧搁穿穿的，搁来，啊，阮在伫遐。哇！迄轿车，迄家属偌歹呢？两台迄厢车拢总人呢？你问我讲，你敢是驶轿车呢？我唔是，我唔是。啊，若甲讲即声是哦，就去用跌啊！哦，啊，所以讲人的性命讲起来嘛是足脆弱个，吼、哦。啊，所以讲咱的教育一定爱足遵守，这对细汉咱就爱教育好势。啊，咱执政你免烦恼，惊无人。包括刘日、刘美、吼、哦、刘德、法国遮，咱就是要用这中生代倒来去学倒来，学人个较好个倒来，咱来教育咱个下一代。啊，若无啦，咱真咱哪有法度？咱几个捌电脑，吼、哦，拢一子成功啦。啊，少年也是有啦，有影。啊，这边来较好，恁足侪拢乌头毛个。那我迄阵啊，我第八期个。那像我迄阵，我会烦恼死呢。我上少年呢，出来拢七十外岁、八十外岁、九十岁，我讲嗨啊，这边乱七七，吼、哦。啊，所以讲，恁若好运啦，啊，无要安怎？恁住伫，阮四年外前，阮无这个 DM 通啊看呢。阮是空嘴破舌呢，啊，迄种洗面呢，迄种配相呢，讲甲足歹听呢。哦，啊，即阵来，恁来讲有较好讲，我相信恁珠泪介济，啊，咱嘛有报道，啊，而且咱阁有去控告过，哦，阁有伫这个国际记者会遐开，所以讲恁这招哦是足好招的啦，哦，啊，恁一定爱足用心哦，吼、哦，爱用心，哦，这是伫日本的这个咱夫人，夫人讲起来足厉害，嘛会英语，啊嘛会用日语。但是伊拢恶补，哦，啊，这就是讲起来也好运。我拄仔伫车顶哦，困醒拄仔，我看到这两个图，哦，这是实际的图，吼、哦，伫我伫车顶翕的。因为你甲看吼，因迄阵拄开始爆产类呢，开始爆，日本伊爆伫我是一年一开。因寒天就开始拢落雪嘛，对不对？你甲看，这是足济啊！伊内底有工业无？日本的农业
农业就是农业，农业的当中，伊袂放重业，袂放迄工业。啊，伫工业的部分内底，绝对无农业的存在。因的规划是规划到有够好势，啊，迄足清气的，吼、哦，看着这样、個，足想要来住日本。啊，毋过语言袂通，咪足寒，吼、哦。因的农事啊，是这是农舍。这是因大个所在，啊后壁有两间放农具的，哦，就是大铁牛啦，这胖餐机迄无，吼、哦，啊加迄个货车，啊这就是因大个所在，吼、哦，然后用个足好势，吼、哦，庭院拢整理个足水，吼、哦，啊这拢有鱼啊，吼、哦，这个足大只，这鱼啊，哎鱼啊，吼、哦。这足大只呢，迄人迄只狗啊，恁迄人咱家掠到无半只，吼、哦，绝对无看这个鱼啊，阿嘛无这样清气，吼、哦，啊，这是这个已经过啊，迄紫藤吼足水的，哦，我喜欢在顶下走，啊，这有，敢那四百几年的款，还是140几年，这我知影是全球。十六丛其中排有到的哈，这足水的，啊，这阮是已经过啊，哦，这足水的。这还有大家无？大家哈、哦？啊，这啥？泰国的，一只半斤，哈、哦，一只半斤。我伫水底啦，伫掠，这就是我。哦，我透早三点半就爱出门啊。哦，啊掠鱼啊，啊即摆掠掠的，坐7:25的，啊来到遮，去甲恁上课，吼、哦。啊，这片恁敢看有？哈、啊？台湾民政府，好40,000人，恁呐？唔捌上过法律的吼，伊这篇报纸出来隔工人咧敲电话随口讲，啊，南妈恁去用骗伊啊，你也看，去用骗40,000人去啊，吼，啊，这个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像安尼，有无？惊死人，遐将大只，吼、哦，就是像安尼的意思。台湾民众，哦，有40,000人安尼。安尼意思对不对？你茫讲讲过红骗的，安那该闹安该说，啊说家你着有人光车车，吼、哦！哇，安尼时间到啊，吼、哦！安尼今日讲到这就好，吼、哦，谢谢。